好久没喝奶茶了，来一条看。你好，要喝点什么呢？要一个波霸，一个奶绿，对吗？你要上面的周边呢？可以帮我装在这个里面吗？这是鸳鸯锅，就是一样装一半。哦，确定要装吗？嗯，今天的抖音好难拍哦，大家都。见过了一些世面，不像2018年的时候那种惊讶的表情很容易捕捉，现在大家都很淡定。有人这样买过吗？哦，没有，我是第一个。哦，真棒。什么样子？你想多了。其实也不是很多，就四五杯的样子。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鸳鸯奶茶，你们在广州香港喝到那种都不鸳鸯。好多冰块。嗯，算了，找个地方喝吧。来来，我们二杯一，两边同时喝，哪一边喝得慢哪一边请宵夜。一边就两杯的量，差不多两杯多一点点，三杯都不到，总共这里就五杯。你这婆娘平时自己都要喝两杯的。来来来来，都来了呀。 Lady go。 哎，你们那边漏过来了，你们那边漏过来了，他们这边有一个缺口。这个地方是漏过来的。按照你们五分钟。我觉得我可以先看一部连俗剧。今夜注定如你，我已经输了。好了，我赢了，你们已经输了，我吃我的宵夜了，能继续把奶茶喝完。